岭长城方向，请注意并线，通过时速40，前方500米收费站，右转，金山岭，然后再保持左侧高速的左侧，那不是金山岭的牌坊吗？可望不可及，路线更正完毕，看来得要到下一个出口去下高速了。前方600米固定测速照相，限速100，2公里后请向右前方行驶，进入巴克石营天桥出口，请向右前方行驶，进入巴克石营天桥出口，通过时速50，要下高速了啊！前方600米收费站，700米后请掉头。哎，怎么又掉头呢？天桥出口。怎么又从这个口进去了呢？他不吱声了呀。300米后，请保持左侧行驶，前往北京方向，请注意。又走到去北京方向那去了，反了吧？收费站。200米后请向右前方行驶，进入金山岭长城出口，绕了一个圈儿，又回到刚才看到的金山岭牌坊这里了。进入金山岭长城出口，出高速的路口啊堵死了，交警告诉我们啊要到下一个出口啊，出去以后再倒回来。那出口就看好了，钻了洞那些。该给那个小孩。是走在那个人工的，这是。啊，走。出司马台高速口了。刚才我们在高速上，就是从司马台过去的。金山岭啊没有出口了，所以我们又过了一个出口到偏桥才出的路。从偏桥下高速以后，导航又让我们从偏桥上高速又返回来了。左转看好了哈，再到那边再左转，他直接走就行了，他别上高速。你有什么？你毛病啊你？真够愚昧的，相当于几个小时在原地转了个圈儿。他别上高速，我这不要再愚昧了，还是看看车外的风景吧。那个湖北水镇。